老骄傲了，我没想到啊，我这半吊子队长能带出一支 MVP 队伍，带出个冠军队伍，这是，哎呀，咱还没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事，真好。哇，好好看这张照片，这个太好看了吧？那个照片真的太有气势，而且它是第三季的第一个公演的第一个冠军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很不一样。我们在那个 mountain 的 top， 哇，第一名。这边能够留下我们的印记，我觉得，对啊，我们在名人堂待过啊。你小子，你就挂，你这底下你这并排的。Everybody did the best show for me, just like take the ring for everybody. 七月十八，二三年。耶、yeah.。醉酒浓香型五百毫升全新上市，风味醇厚，兄弟团聚会标配。伴随着我们胜利荣光的同时，我们也要面对残酷结果的到来。赛后结果即将发布，根据本场的竞演规则，除两个优胜部落外，剩余的六个部落全员危险。张栋梁、徐良、魏寻、阿普、许少阳、于浩明，你们是单部落个人喜爱度末位成员，相较其他哥哥离开的风险更大，所以还在用分数来。对啊，我觉得浩明不会走，会的，会的。现在先请哥哥们返回训练室等待结果公布。浩明没问题，对，不可能，心里有数。这个意思就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不可能，一点都不可能。真的搞得贼拉神秘，搞得贼拉紧张的这种，非得要。我们对你一点都不紧张啦。虽然你的呼噜声有点大，但我们也不想你走。哎，我们这个可以先吃的吗？它是怎样？就是告别的晚餐那种吗？别闹了。会。但是我这真的就是我的唯一一功。坦白说，我真的无憾，我真的觉得跟你们一起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想什么啦？哎呀，你要吃哪个？我都可以，我吃不下，现在你们吃吧。啊，一会儿吃，一会儿。大家都很说你咋？怎么可能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这样？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。请漂移部落集体前往滚烫密室，验证最终成绩。好了，谢谢你们陪我啊！我们现在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你内心的所有的烦恼都消除。绝对不会是我们家的。来，不可能了、哦。漂移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耶、yeah! ！下恭喜漂移部落全员安全，请返回训练室。你是我的鬼脚梁，怎么可能让你走啊？刚刚在这里出道，那鬼狗冷啊！我极有信心这件事情。我也是，我一点都不怕，我都开始吃烧烤。对呀、啊。无数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谁呀？走，吃熟了。干什么？恭喜无数部落全员安全，请返回训练室。谢谢，辛苦。好坏哟、哦，对啊，吓人，整这些，然后一点可能都没有。浩明，不要走！这么一喊就没稳了，演的啊，浮夸死神。请 Xon 部落集体前往滚烫密室，验证最终成绩。我直接走，等一下。不可能呐、啊！Xon 部落。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Yes, yes.、Oh, yes. 我站啊 ，Yes， 这是安全吗？安全 ，Yes。Let's go。请黑夜问白天部落集体前往滚烫密室，验证最终成绩。轻松 ，so easy。黑夜问白天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都说结果不重要，但是我觉得结果和过程是一样重要的。就差你了。Yeah!
你还真吓到了。朋友，我的内心你知道是什么？过山车，突然间我是在安全的位置了，那个时候真的喜出望外。请徐良、许少阳独自前往滚烫密室验证最终成绩。部落的最终成绩需前往滚烫密室揭晓，而结果如何揭晓，请六位自行选择。嗯独自看完了。What's the point of that? Why not check it with the team? 独自面对。他为什么不选我们一直看？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。排名比较靠后，我觉得也是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与其把别人拉进来一个低气压的氛围，那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就好。为什么我们总是会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北风北的队伍啊，所以这个几率很高。麻雀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很遗憾，许少阳，你将暂别披荆斩棘的舞台，感谢你的参与。离开的车辆已在户外等待，现在请从通道前往停车场乘车离开。未来请继续滚烫。玄逆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做幕后挺多年了，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唱跳。如果说徐良可以回去了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。He opened the result right now. No, yeah, he's going right now. Why he not? 为什么徐良？恭喜玄逆部落全员安全，徐良请返回训练室。玄逆部落请返回训练室。喂，我们回去。啊，你们返回训练室。You're fine, right?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See you. See you later. 哦，哎，徐良。You got. You got the word message, right? 你是理解错那个规则了吗？啊，我以为是大家一起去看，就大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性。啊啊啊啊！哎，哥们。哎，哥们。请麻雀部落前往滚烫密室查看最终结果。这是什么意思？Sadness。麻雀部落第一场演唱会最终结果，请看大屏幕。很遗憾，郑嘉颖，你将暂别披荆斩棘的舞台。辛苦你了，谢谢。两个人呐、啊，郑嘉颖，感谢你的参与，现在。请沿通道前往停车场乘车离开。哎，保重，加油！暂别了，他说暂别而已。哎呦，对不起、啊，不对不起、啊，你们好好发光发亮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Thank you, thank you. OK， 喂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哥，拜拜，拜。